公鸡在上面过夜，那都要住宿，上面有一个喷泉在流下来，啊，有一个造景啊，所以这个造景呢，刚刚我特别问那个我们的张处长，他现在正在南部啊去找这个奇异的这些怪石啊，啊，这是庭院啊，这是造景的石头啊，要运过来，运过来就是要铺设的这个周边啊，这上面有流水下来啊，这个地方有这个庭院的造景。那另外呢，在晚上啊，在这大安森林公园啊玩的民众啊，可以到我们这个空间里面来喝茶，甚至喝咖啡啊。所以这个空间呢是非常的很特殊的，我们捷运呢啊车站从来都没有过的这个空间设计。所以将来完工以后啊，各位同学您可以来坐坐啊，喝咖啡欣赏一下。就在施工过程里面，我曾经来过啊。